光秋瑾是一个人，其实500多万，这钱，他是一案把它变成100案、110案，这种，这只是当中在搭的时间嘛。要跟他协商，他又不协商，说要找部会内政部到他办公室才可以协商。我说你是在私设刑堂啊，这种行为非常奇怪，完全失理性。啊，昨天他在这会场上嘛，你110案的同一个理由嘛，这样创这种案量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只是增加大家的困扰而已啊。我昨天还说邱显之骂我骂这件事情，算了，他自己骂都自己在承受嘛，啊。他可以道歉吗？这个不重要，当然不会了，对吧？立法院在立法冲突在审预算冲突的时候，难免有一些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是他在干什么比较重要。